大家好，我是广汽研究院张帆，欢迎大家来到埃安元宇宙。我身后的就是自行千里纯电旗舰 ION LX Plus。 作为埃安元宇宙的第一座驾， ION LX Plus 以星海方舟作为设计灵感，以塑封破浪的造型语言，将动感的姿态、超大的空间、超低的风阻完美的融合，高速行驶时烈烈生风，以科技之美夺目前行。新车的外观呢，还新增了天际灰和脉冲蓝两款时尚的车身色，并且前者可以在不同角度的光照下呈现出不一样的色彩，色随光动。仰望星空时，受清晨启明星升起之时，天色渐紫，启明正白的灵感出发，我们为 ION LX Plus 打造出启明星白主题内饰，尽显新贵气派。新车的内造型设计中呢， ION LX Plus 配备了拉帕真皮座椅、二排座椅腿托和十扬声器的阿尔派大师级的调教音响等奢享配置，打造出礼宾级的豪华舒适大空间。隐藏式电子出风口，风道设计精妙，可智能控制风向与风力，尊享科技豪华之美。 ION LX Plus 还配备了 15.6 英寸的高清中控大屏，与最新的 Artigo 4.0 智能物联系统组合套装，新增语音操控驾驶模式、能量回收、车辆控制等新功能，大幅提升了人机交互的体验。同时，新车还配备升级的 IBCM 无感启动、全新 AR 实景导航、DMS 加 OMS 的座舱监控等跨代的智能科技配置，自行千里进一步夯实了中国最高科技豪华车